这个就穿起来还蛮适合现在天，就比较秋冬感一点点。对，然后里面这个内搭货，它是那种就是比较坑条纹的那一种。对，然后它的那个领子，我是现在有把它反折。对，然后它一样不勒，不勒，对，它完全不会贴的那种。对，不会贴脖子。它有空间。对，这个很舒服。这很美。对，然后两个颜色，两个色，而且它不会到，它其实也是不会太贴身的。对，不会太贴，就是还蛮刚好，算是合身，没错，然后不紧身不贴的那一种。对。然后两个瘦子的地方也不会太紧，太紧就会显得手臂粗，这件就完全是有空间的。这件的话是有空间的，脖子的地方也不会很紧哦。没错，对，但是它又有那种层次感，对，看起来就很好看。然后我现在里面穿的是咖色，对，然后配这个洋装一色吗？洋装只有一个色，也剩一个颜色，然后一样就是这种咖色系，然后我配一个黑靴，我觉得这样搭就很好看，这样很美，就是那种整个很有气质的感觉。这样很好看，然后这个一样，我觉得洋装也是超不限身形。对，我觉得就算你是怀孕的女生也可以穿。对，完全可以。对，对，然后你看，我觉得内搭就是一样，我很重视的袖子长。对，袖子长就是真的看起来比较有质感。对，看起来比较有质感。对，这个很舒服，完全不会刺，脖子的地方也不会刺。